女性嘅特質咧，你有好多懷疑，可能第一個就真係男仔頭啊，可能跟住第二就係可能比較粗狂啊，講嘢會講下粗口啊，或者第三咧，可能自己嗱，我 no judgement， 我亦都 no offence， OK， 但係我真係耳牌輪牌嘅，可能自己個身材唔豐滿啊，係啦，冇一般嗰啲即係有前有後啊 ，OK， 係啦，跟住又或者可能把聲唔夠嬌滴滴啊，嗱我從來冇聽過你把聲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我真係耳牌輪牌嘅，我唔係去冒犯人。曬啊啊！我想我学到的课题是心态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啦，是不是？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同埋你唔使惊我 offend 到我噶，即系啲嘢讲得准嘅，即系讲得准嘅都 OK 嘅，承受到嘅。Thank you。尤其是女性方面嘅价值好怀疑。呢、这個心態是一個半腳石，而如果你可以很快去改變到呢個心態嘅話，咁咪可以快啲去促成呢件事咯，係咪先？咁但係end 咗考啦，其實一個黃道吉日啦，一個吉時啦，係啦，即係黃金時期啦，係啦，咁就係、是去到下年差唔多兩三月嘅時候咯，係啦，即係話如果你想慢慢等嘅，咁你咪等到嗰陣時咯。但係如果你想快啲去催化呢件事嘅，咁就提你其實你就應該係啦，改變一下自己嘅心態，同埋肯定多啲自己女性嘅價值啦。